我那都上了几落地，让你们接个都，你接了最低干的是，你们不是那么富有，我那做不到，因为各种上学现在还正在进步一点，这边呢，他们在到了两年级了，哪里说明嘛？各种上学现在教了他们了，讲究搞进步了的，因为把这初中刚刚打进嘛，从两年刚到两年个这里，县里边恰当做完了一个。这个嘛，实际上就拍卖了吧，菜里边这，还好说他们，你那没干过了，哦，你让个男的那去操啊，这个哎，这里接了几张嘛，这个这里边呢，你们话那到街上，让有些都不要哎，这个让有人都不要吧，那你的，这没有吧，你知道不？对了，这里多年让有个差人不要哎，这个这里，我们比我差人不要哎，这光不经济这样子的。大家上八天经济是咋全部要的？这上八天经济给接触的环境，我们被低保用不要的。这一点当然真的这样要的。他当地干部招人全招不，把这车干了，他们就去买了车把这，这上海是干的，他们就去买了车把，大一医生那边也是还好呢。等于第二个就是从那儿上出生。这样我认为广东上就是这个你的意思呢缺乏一日常规的常规的这些啥也过来给你查也不要的别人咱们的车头就过来叫他们太叫真的都不要的这些到了过来查了东西啊这就是什么苹果要的他说说你要用的话的我们再继续谈中间恒河水流缓流这个偈子。要晓得空跟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就是对于空性的了悟和慈悲心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们可能会认为慈悲心非常有用，对谁有用呢？对自己很有用，因为对自己很有用，所以非常兴高采烈的要。修慈悲心，就像是《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所讲的，圆满诸佛皆由利他生，佛果也是由利他而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了最大的利益，就是来自于利他心所成就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说，那我要获得好处的话，就应该要修利他心。确实，透过修利他心，能够对自己产生好处。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能够解决自己的我执。它有利于解决自己的我执，这个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好处。当你不断地培养利他心的时候，你的心绪当中会逐渐地产生对众生没有任何造作、没有任何虚伪的慈悲心，那个慈悲心会逐渐地扩展开来。到了最后，你会完全不去顾虑到你自己是自己的利害在这当中占了什么样的角色，只一味地顾着别人能否从中获益而已。当你修慈悲修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的烦恼是不断地受到对治降服的，你的妄念是受到不断地对治跟降服的。所以这个就是修世俗菩提心的重要的道理跟它的重要性所在。要修世俗菩提心，我们就应该要重视《佛子行三十七颂》所讲的一个佛子菩萨他应当有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就是所谓的中间恒河水缓流着重世俗菩提心的修法。透过世俗菩提心的熏修，逐渐的我们会慢慢的自然的了解到妄念分别它的本性。在升起嗔心或嫉妒心的同时，我们应该要去直观嗔心跟嫉妒心的对象，这些众生无非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这样子的观想之下，这样子的作力之下，我们就会晓得说，原来众生本来跟我们就是一家人。如此一来，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违缘逆境，违缘逆境也都会自然地获得平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跟分别也都能够获得，首先是获得降服，再接下来呢，它可能就越来越淡薄，乃至于烦恼不生的状况。当我们的烦恼跟分别越来越淡薄，乃至于不生时，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见到空性的本性到底是如何。这个就是所谓禅修所要谈的主要的意涵。所以我们要了解慈悲心的重要性，在认识空性当中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可以去透过不断的提起正念来思维慈悲在理解空的重要当中所占的地位，真正能够这样的了解慈悲心的重要性的话，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呢，他会说最后支流母子会，如果你真正了通达的世俗菩提心的话，那么就会像是密宗里面所讲的真正了悟自他无二的智慧，这个就是圣意的智慧了所谓的佛果就是这个了。那佛果的两个层面呢，一个是广，一个是觉。佛陀称为广觉，广的意思呢是功德自然开展，觉呢是完全觉醒，从自他对立的执着心当中觉醒，也就是了悟自他无二的智慧。这个就像是万流归宗，就算是整个世界的水，它再怎么样的流，最终还是入大海。了解到这一点，对自己特别有帮助的。那是那种爬入深不那。들어와내눈으로서피난다라는종자그것차이어서사야지뭐통유대책오마디다들어와너대오마디눈대다들용피발라지는사야지뭐통그것만도대말책이고나디시바짱짱나서와지는다고와상을下个月先把早晚过下来，这条路过的，这个冤枉的多寡什么多呢？道路过啊，这个冤枉，这个多寡他都好不容易多什么多呢？这个差些什么从这个要么的，这个行业的那边呢，马路已经变成他起步的，就如果说变成他的，原来他走对了罢了。因果无有的，我不管这些道路的呢，都让这把空，这把寂寞的，啥也不用，这把去做的，这那个做啥么那也把它因果的，这些道路的呢，冤枉他，冤枉冤的都把这么多都不要嘛的呢，批把这这么多什么的呢，挂他们的又不要嘛的，那边呢，拿着拿着，拿着就去批把的，忙不有的呢。有这个细胞血他们的给你被我说的有个地没办法刚一年都要买大被妈妈说出来啥家家那个样子的带着我吃了就不带的对他的用真的去的工作就这些东西忙不了的就是忙啥什么有的弄了就把它弄忙不了的地上你我那吃了两次你就得了我们就这么多没说这三级专业的所以这里就定看到那么不能看到的你的多些感谢吧甚至他的东西这个趁他的一个东西已经就我们我说我们两次用的多我有的趁他的几十人啊用完他多把你弄这个每个的啥叫这个东西接下来请看下一个偈颂说密咒与波罗蜜波罗蜜指的是显宗以及律藏等诸法分别经典与宗义不见光明大手印在这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死在文字里面它的表面意思看起来好像是说学习经律论这三藏的内容去听闻它并不能够证得大手印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不能够证得大手印而是仅仅只学这些仅仅只透过听闻这些能不能够证得大手印仅仅只有听闻的话是不行的你必须要产生体会产生体会之后呢要产生证悟才能够真正见到大手印的圣意但是在那个之前你仍然是需要听闻的因为透过听闻你才能够有一定的认识你才能够懂懂了以后呢你需要进一步的让它成为一种经验在有经验的前提之下才能够有了悟的如果你没有先懂就不会有体验没有体验就不可能谈到了悟大手印或者是谈到见到大手印的真意的就好像是那那若巴尊者他本身也是那兰陀寺的护门班智达已经是这么样大的 一位学者他也是要也是要透过文法然后最后呢让所闻的法加以深化透过实修来加以深化才能够获得了悟的同样的冈波巴大师在学问上已经非常圆满了具足了八地菩萨所
证悟的境界，但是为了能够获得体悟以及证悟，所以呢，他仍然是要去依止弥勒律法尊者为师。这个就是在了在理解之后，要进一步的把实修的内容加以深化为感悟、体验之后呢，才有所谓的证悟可言。当然在密宗的序部里面讲了很多的道理，序典里面谈了很多很多叛逆冲动的这些说法。对于像我这样子没有学问的人，总是觉得这太多了，根本就搞不清楚八万四千法门。如果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学习的话，根本就是完全摸不着头绪的。但是呢，我们在实修的时候应该能够抓紧禅修的核心为何，就像是佛世尊所讲的，虽然所说的教法文字语言那么样的多，能够表述的内容那么样子的多，但是最终应该把它归纳在一处。所以归纳在一处呢，就是归纳在禅修的这个要点上面，使一切法最终都成为禅修的资源，最终呢都能够应用在实际当中，它能够成为真正的实修。所以呢，不是说不能够在文字不能够做文字功夫，是说你只做文字功夫的话是不可能获得体验，只做文字功夫的话是不可能由体验而转得证悟的。所以不能够仅仅只靠表面的这个文字功夫，这是这一段所要讲的主要的意思。我们在此稍微等一下，因为把咱的呢让用到这么太叫正大西方的，正大的是国外马上来给的他。从大的里面的呢，开始啊，冒出冒冒些皮肉来。从他做把药的药的，这家里确实是多的些。开背开把了的呢，做把压些把的，搞把真正把皮肉来的。你做这个东把这个脏嘛做，那东把做把那空的脏嘛做，空东把那脏嘛做，这都是多的呢，所以。这道理嘛，那这个功夫嘛，没有好好好的，那都是特别。大大大，中大级级的人，别了，参加的别了，做吧，干部的，别了，做吧，拉手吧，这些东西，底层的马可龙，这里我们那里有，大点心了，这里大红马腿，我带母女这些啥的，这都是出了味道了，这有的这种的，你吃肉习惯的，身体，身体面全嘛怕多少个的，特别吃肉的。吃肉的话，这个能甚至留着各个药的。这么呢，我没吃肉的变也不会。但一旦都不能约，这里都不能约，都不能约上么的。你这个我们都不能约上的，这个都不会有。生存汤的，茶龙岛茶多的，这里这边呢，这里的，这卡卡的，出去是多的，出去是多的，各个药的，开心的。搞过没把他们，还是搞过他们的，搞过那里吃就完了没有的，这种忙不了的。我从娘子里面的，正常吃不着吧？你看看的，碰到不得我要的。我从娘子里面的，身体情况怕着我要的，身体怕肉肉吃我的，吃过血过我的。再到了什么？我操嘛！他的，咱们这个俱乐部他的面对过的是。为什么讲什么垃圾的差的我跟你去吧看什么也许你们看去我就看你去了需要什么也不会去那么牛站了这个我们看看的时候有意思甚至他就怕嘛有什么的这位就先加进步咋那么先出错了这样把这个平民都改变了我这个人物就明白了什么哦那他那个时候他写的中山跟国国当局有意思他会错过了什么这里被写给我的呗，写上的大字大字是，经常的，这里这里这里经常的这里这里，他们他们有个有的，这里那个，总之是都压压，那说娘子里头这里上街去，他们真的这个我们没有的是，他当过上班的你也没有的是，这我们大字没法找我的是，大字的找了多少次了。你辛苦了，自己还好说，才有这么大点的，多一点的，生了你没有还好哟。讲的那么巧，我们说什么？大的你养猪吃香了，搞什么？吃出来的，什么花草啊，都下了。你生了让你给的，我家媳妇，你让你个啥家媳妇吃的哟？我马上就是邻居家媳妇，吃的把些，
야다 봐도 주로 잡으래 주로 그 민들 거는 사람 소통